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欢迎收看丰收每周要闻。感谢主，上主日神赐晴好天气，约有750人参加园游会，其中很多是从未来过教会的社区朋友，大家开心聚会，分享喜悦，其乐融融。感谢此次园游会的诸多筹备同工，近20个团队在各自同工的带领下，各司其职，有条不紊，宛如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。感谢每一位弟兄姊妹为园游会的无私奉献，包括金钱、物品、餐饮、奖品和精品拍卖。感谢餐饮同工为大家预备的餐点美食。感谢媒体同工提供音响及拍照服务。感谢敬拜及舞蹈团队通力合作。也感谢20多位青少年周六冒着倾盆大雨摆放桌椅搭建帐篷，这些义工的默默付出为主摆上，神必纪念。让我们同心合意建造荣耀的教会，将一切颂赞感恩献给神。丰收中文学校即将结业，2023新学年的注册报名随即开始。本着服务社区的宗旨，今年的学费维持不变，全年700美元。凡在6月30日之前报名，还可享受50美元早鸟折扣。名额有限，报名从速。联络人张勇弟兄，电话5163126389，微信勇张2064，电邮ChineseSchool@hcny.org。 杨子健身俱乐部在教会开设了两堂免费健身课，由专业老师授课，免收费用。目前周二班满额，周四班10点到11点尚有少数名额，今日起开放报名，先到先得，希望健身爱好者把握机会。联络人樊平姐妹，347-399-5101。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。欢迎明日周一参加有近百年历史、全美规模最大的 Little Neck Douglaston 国商节游行，集合地点55 Northern Boulevard 星巴克咖啡店，集合时间是下午1点30分。儿童主日学6月30日到7月1日将举办2天1夜的亲子露营活动，地点在长岛和富农场，活动内容有萤火晚会、诗歌敬拜、信息短讲、参观农作物的种植、采摘和购买、艺术沙画、游戏等，每人费用85美元，需自带帐篷和露营用品，3岁以下免费。
上周已经开始报名，联络人陈倩姐妹，电话917-435-4601，娇娇姐妹718-314-2950，负责童工陈晓姐妹，电话718-578-8986，6月25日报名截止。教会今年继续举办为期6周的暑期儿童夏令营，时间是6月28日到8月12日，招收从 kindergarten 到5年级的学生。夏令营采用小班教学，活动丰富，寓教于乐，目前仍有名额，欢迎大家踊跃报名。报名请联络 Jeline 917-637-9378。本周的丰收新闻就为您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周再会，愿神祝福您。